还有就是说，他跟这个后来这个儒家，我们说有些思想也很相近。例如说，这个在当时发生很多事情是吧？发生了一些这个就怪异的现象，社会上是吧？哪个地方说有个龙啊什么又什么等等，这个资产不相信，他说这些东西我们不相信，所以就说明他这个思想上是吧？他重人事，轻这个就是迷信。我们说这个也是很了不起。后来这个中国的儒家思想，就是一种对待就无神的态度，是吧？这是我们儒家的一个很好的传统。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跟外国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宗教，一个就大家都必须。当然我们后来有佛教、道家，那就是也是都比较自愿的。你老百姓，你谁愿意相信，你可以相信，但是并不是作为这个统一的，大家必须要信仰。所以，我们中国人跟这个、跟欧洲人、跟这个阿拉伯人都不一样，他们都有一种就是说这个政教是合一的，政治支持的一种。中国没有，中国就是作为自愿的可以，没有一种政教合一的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个有中国是跟这个很多外国文化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也是儒家的这个我们说的很宝贵的一种思想就是重人事，轻鬼神，轻迷信这个中国几千年怎么也这样。那么后来这个孔子，我们说这个对这个子产呢非常这个推崇。确实，我们说这个儒家的这个什么重人事、轻鬼神、轻迷信的是吧？而且治国要这个重民，老百姓在第一尊重这个民意是吧？这一思想是吧？我们说在子产的思想当中都可以找到。那么子产这个年代，他比这个孔子要早了，他是作为孔子的前辈。但是孔子应该说，我们说他也受到过子产的影响。所以这个后来这个儒学这个儒家思想的形成，我们说受到过这个子产的这个影响，我想大概也是没问题，是吧？底下第12个小题目就讲这个田氏代齐。这个也就是讲的主要，我们先后面最后几讲我们要讲这个就是这个春秋晚期、春秋末是吧？这个政局的一个变化，是吧？讲这个田氏代齐，第12个小题目叫田氏代齐。我们知道这个齐国是姜姓的国家，就是他的君主是姜姓，他跟这个姬姓不一样了，对不对？这个周是姬姓，那么齐就是姜姓。那么这个齐国的这个公主里面，当然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国氏。就国家的国，高就高低的高，高是国高二氏。据说这个两家都是出于这个姜太公的后人嘛，是吧？国高二氏的这个在齐国很重要，因为周天子这个任命他们，是吧？他们是这个齐国的，就是这个上卿的地位，上卿。当这个齐国这个大贵族说，不光是就是这个他这个本家姜姓这个本家的是吧？还有些比较这个远房的这个贵族，比如像崔氏啊，还有像庆氏，庆就是庆族的庆，崔就是姓崔的崔。那么还有异姓的，不是属于姜姓的，那么还有像包氏、陈氏，特别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这个陈氏这个陈氏啊，他。是这个姜姓以外的异姓的贵族，他姓什么呢？姓龟，龟就是一个女字旁，一个这个为人民服这个为的为啊，女字旁一个为，这个姓龟，龟姓。那么他这个陈这个国家就是在这今天河南东部了，是吧？那么在这个齐桓公的时候，这个陈国发生内乱，所以他有一个公子就是君主的儿子，叫完。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说这个就完完的完，就是这个结束吧，完他这个号叫敬重，敬就是
恭敬的敬，是吧？这个重啊，就是这个伯仲叔季的仲，敬重，陈敬重，所以叫陈完或者叫陈敬重。那么他是因为陈国内乱，所以他就逃奔到这个齐国去。到了齐国以后，这个齐桓公啊，当时古代也有这种这个习惯的，是吧？这个贵族，外国的贵族到了我们这儿来，我们也要以这个我们这个国家的贵族的这个啊，来这个对待他。所以他到了这个齐国以后，是吧？因为他是陈国的贵族，所以齐桓公就让他也是成为这个齐国的一个贵族。从此呢，这个陈国，我们说陈国这个贵族，是吧，在齐国啊，就扎下了一个根基，因为他这个是吧，也受到这个齐国对他这个认可了，是吧？那么齐国，我们说他本国的一些贵族，是吧，就是他的姜姓的贵族，是吧，就互相这个斗争的很厉害，也是争权夺利吧，是吧，争权夺利，是吧。比如说这个当时这个吧，经常是吧，甚至于把这个君主也给杀掉了，是吧。那么这个陈国这个贵族，他这个很有心计，到了这个齐国以后，当然他是这个，他跟这个齐国姜姓以外的人，是吧，一个贵族，所以他就很注意，是吧，自己，是吧，自己的这些表现，因为他是外来户吧，是吧，所以他这个很注意这个，但他很有心计，所以呢，他对于这个齐国这个贵族这个闹的内讧的时候，是吧，他这个袖手旁观。他就觉得是吧，你们去内斗啊，内耗啊，对他来说是好事情，是吧。这个特别到了春秋晚期，是吧，我们说这个齐国的这个贵族，齐国的君主，是吧，我们说应该说是这个很糟糕。他们这个对于这个自己来说，是吧，这个贵族，是吧，拼命的就是什么捞钱嘛，你见到吗，就捞钱，让这个老百姓这个负担很重，自己这个捞钱来修这个宫殿，来这个是吧，过一种这个奢侈生活，是吧。那当这个老百姓当然会不满的，不满什么，他不是用疏导的办法去啊，他是用这个用高压的办法，就用刑法去这个去这让这个老百姓去承担那些很重的负担。所以说这个左丈上说这个贞廉无度，就是说他这个对老百姓的这种这个收取的这种这个钱财，是吧，可以说是没有限度，所以这个老百姓呢当时这个非常苦，或者说非常不满吧，对这个政权。而这个时候陈氏，是吧，他这个贵族，是吧，他有心眼，他用了什么办法呢，就是说你这个姜姓的这个贵族，姜姓的这个政权对这个老百姓这么厉害的时候，这个苛刻的时候，是吧，他陈氏什么，哎，他却什么用这个用宽松的办法，用现在话说就是用小恩小惠去收买人心。例如说这个左传上讲的很这个形象的话，什么，就是他说陈氏啊，用这个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来这个拉拢这个是吧老百姓，因为我们在齐国的这个姜姓的这个君主是，他用相反的办法，就是用这个小斗出大斗进的办法，相反的办法，是吧。所以这个当我们说这个当中，我们说陈氏的这个办法对老百姓有利，是吧。所以这样老百姓什么呢，哎，这个从这个舆论这方面，从各方面什么，哎，老百姓都是站，慢慢的就靠跟陈氏靠近，跟这个姜氏这个齐国什么就疏远了。陈氏啊，所以我们说他很有心计，所以他在齐国就是这样子，他作为一个外来户，是吧，他尽量的什么，他去这个拉拢这个老百姓，而那个齐，这个姜姓的这个齐，就是这个齐军呢，
恰恰什么跟他相反，越来越让这个老百姓对他不满，老百姓对他失望。所以这样我们说这个城市他作为外来户，他在齐国他不仅这个站稳了他的脚跟，而且什么他这个势力越来越大，所以齐国是越来越不行，老百姓就非常的讨厌，非常这个恨这个姜姓的这个齐。所以这样慢慢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他非常形象的嘛，这个左传啊，他就用这个大斗出小斗进，他跟老百姓收的他尽量少收，给老百姓的东西是尽量的多给，所以这样自然的这个人心就是就向于这个导向于这个城市啊。所以这个左传上就说嘛，说这个齐军厚敛于民，齐国的君主是拼命的这个从老百姓那捞啊，而城市是尽量的什么让这个老百姓这个多得一些啊，所以这样这个老百姓这个人心很明显就归向于这个城市啊。所以这个到这个后来这个大权完全在掌握在这个城市手里面啊，所以到这个就是这个到这个陈恒，有恒心的恒啊，陈恒就叫陈成子是吧，到这个时候是吧，就是把这个庄子就说，庄子里面就说这个田成子，田跟成是一回事了，是吧，说这个田成子啊把这个齐军给杀掉了，所以这个十二世有齐国，所以后来这个陈家十二代传了十二代在齐国中，实际上这个就不是那个原来姜姓的齐，这是个就是陈姓的或者田姓的这个齐国啊，所以一直到后来这个战国时期时候，我们说这个齐实际上都是陈姓的齐，都跟原来这个姜就没有关系了啊。第十三小题目就讲这个三家分晋。我们说这个晋国是吧，从这个晋献公开始是吧，我们说军权是比较强的，那么到了这个他的儿子这个晋文公是吧，晋文公统治齐国晋国时期也是这样子，这个晋国的这个就是军权比较强。但是我们不是前面讲过，我们一再说，我们说这个春秋时期是吧，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吧，军权是不太强的，强的是这个臣权。那么当然也有些例外，我们说晋国我们在早期是吧，晋献公晋文公之间他有点例外，他和军权比较强，这个臣权呢比较他不如这个军权的啊，就是啊。那么这个我们说只能在这个晋国来说，就是说这是比较短期的或者比较例外的这种现象，这个也有啊。但是呢从这个晋文公死了以后，特别是晋襄公啊，他的儿子晋襄公后来以后的是吧，这个晋国我们说又回到这个啥，他这个政治这个格局又回到这个跟这个其他国家一样，就是说这个君主权力不行啊，还是就是回到了这个普遍的这个春秋时期所谓这个知强干弱的这个现象，就是这个贵族厉害，贵族强大，这个君主啊不太行啊，这个晋国所以也不例外啊。例如说到这个晋灵公的时期是吧，赵盾，盾就是盾牌的盾啊，赵盾当权是吧，当时这个君臣之间这个矛盾就激化起来了啊。我们说这个君主是吧，这个时候的君主不太行了啊，这个贵族这个权力很大，所以这个到晋灵公时又这个赵盾呢对这个晋灵公不满啊，后来这个君臣之间这个矛盾这个很尖锐啊，当时这个晋灵公很想把这个赵盾杀掉，因为觉得这个赵盾这个权势太大啊，结果呢他没有把这个赵盾没有给他杀掉，相反是什么，他自己是吧，晋灵公被这个赵盾杀掉了。那么到了后来的晋厉公时期，我们说也是这样子是吧，这个君臣之间矛盾很尖锐，
这个晋厉公很想把这个大臣给除掉，但他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他把这个细氏这个三个贵族是吧给杀掉了。但他最后啊，其他几个贵族他没有把他们给杀掉，相反的，他剩下的像栾氏、中央氏起来就把这个晋厉公给杀掉了。当然后来这个继位者是晋悼公，就是悼念的悼，晋悼公。悼公我们说在这个晋国的君主里面也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君主，对吧？所以他在这个刚继位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等于说是跟这个几家大贵族就做了一场这个交易啊。他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说这个将来这个你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得给我点权，你们不能够什么权也不给，那我这个君主我就这个做这个君主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所以当时这个当这个贵族为了要使这个晋国的这个局势能够这个稳定下来，所以也对他就进行了一些让步，也意思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给你点权嘛，是吧？我们并不是说我们都把这个权都垄断了，所以这样我们说这个在这晋国基本上就保持一个平衡了，是吧？但是这个以后我们说这个平衡又不行了，我们说这个因为这个贵族这个势力还是非常的大，是吧？这个君主就还是没什么权力，所以这个到这个晋平公的时候，是吧？这个当时这个吴国里有个贵族叫季札去访问这个晋国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他说这个晋国的这个权力根本就不在这个就是君主这面，而是在哪里呢？就在这个赵、魏、韩这个三家这个贵族手里面。所以这到了这个晋国在这个春秋晚期是吧，大权就是被这个三家所垄断。当时不仅三家，还有一家，这个智氏，智慧的智，对吧？智氏和这一家。那么当时这个智氏这个权力啊，比这个韩赵魏三家更强一些。当然这个智氏也想把这个最好把这个三家给他这个消灭掉、除掉，是吧？所以这个后来啊，这个智氏想去这个三家没有去掉，结果这个智氏他本身呢又被这个三家把他这个去掉了。所以到最后晋国实际上就只剩下这个赵、魏、韩这个三家，这是最厉害的三家。但这个三家我们说有点势均力敌，谁也奈何不了谁。所以到最后到春秋末的时候，这个三家来把这个晋国就瓜分了，把晋国这个整个这个国家的嘛分为三部分，他们就是各分一份。所以这个就是有名的所谓这个三家分晋啊。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春秋末年是吧，到这个战国初是吧，这个三家分晋跟这个刚才讲的田氏代齐是吧，就是陈氏把这个齐国齐国的政权夺过来，是吧？这个我们说都是一个政治体制方面一个重大的变革，是吧？陈氏跟赵、魏、韩三家是吧，他们都是从原来从亲的地位变成了君主。但这个新的君主我们说跟这个春秋的君主是不一样，他不是这个在这个三家也好这个田氏也好是不是，他们成为君主以后不是这个春秋君主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翻版，因为他们是变成了一种新型的君主。新在哪儿呢？新就是说这个君主上台以后，他们就君主要这个有手上有很强的这个很大的权力，这个所以跟着春秋这个一般的这个君主就不一样了，他是一种新型的，也就是说这个君主是吧，不再依靠这个过去的这个是吧，这个大的这个贵族来这个统治这个国家，而是他们自己是吧，变成了一个权力很大的一个君主，特别是什么，他这个开始。从体制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了呢，就是他靠的不是贵族，他是要靠什么一个官僚体制来治理国家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变成了战国的一个政治体制，就
就是说君主啊开始集权，君主有了很大的权力，他集权，他再来这个指挥一大批的官僚来为他服务，所以这个就跟这个春秋时期靠这个贵族啊，那完全不一回事，他成立一种新型的一个国家，啊，跟春秋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这个历史的进步，啊，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的趋势。